好了吧，好了吧，是不是我要说三二一扎呀？对你只能拍到一秒钟。好，我说三二一扎，我就扎了啊。你可以把它举起来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再往下，你再去他们下面。我的天哪！哇吼吼！哇哦！喂喂喂！你要数啊数啊！来了啊！我们最好是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。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。好了好了，可以。来吗？来，你要数三二一，扎。好。因为我们超高速的采集时间是有限的，我们就尽量一定要就是说扎，啪上去扎。你节奏 OK 吗 ？OK。再说一遍，三二一，扎。什么时候扎？说扎的时候扎。好，来，来了啊，来了啊。来了啊！3 2 1扎！3 2 1扎！有了！哇！3 2 1！哇，这个你戴着太酷了吧！哇 ，MV 背景相当酷、啊。扎！扎！哇！哇，这个场景太酷了，我必须自己 MV 也要试一次。哇！哎，我们任务是什么来着？白念了这实验手册，就是利用每秒1000帧的高速摄影机，就是拍到一瞬间的样子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我们一直在说那个成语，时间什么什么一瞬间，到底什么是一瞬间？对，其实就是这个。这就是刚才拍了一瞬间了。